欢迎老王。他刚上来之后，我就觉得很安心。那个就跟我去找他录音的时候一样，我一开始以为我去找他录音的时候我会很挫，结果我第一天见到他，我就很安心。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缘分。然后今天可以找他来一起表演是一件，就我没有想过可以这样。这个结果让我非常的快乐。大王，你有什么话想说？我从上一次还没有很有具体的感觉，因为我已经快6年没有巡回了，就是，然后我也没有想过，就是会有这个机会，就是重新踏上这趟旅程，所以我觉得有一个消化，就是我上次还没有很有实感，我上次有点像就是还在井底，然后看那个天空的云飘过去。那我今天有感觉，我觉得我有点懂那个井之深的感觉。我觉得说起来很玄，我觉得那个不管怎样啊，还是很生而为人就是很孤单。但是透过这样的机会，就是你可以透过假设这个舞台像一个井口，可以看到其他人的井口透出来的光。终究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的理解别人，可是我就可以让我活在当下。我觉得太久没有表演，就是我会忘记，我会一直期待一个形而上的东西，可会忘记说那个短暂的连接是值得期待的。所以我现在很有这个感觉，就是所谓活在当下，就是要把握每个井口连在一起的时间。这是我今天最大的感觉，谢谢。但我今天的任务还是就是希望，因为本来运动跟我讲这个演出的时候是一个很温馨的那个 acoustic unplug 的一个 show， 所以我希望今天可以把台中 legacy 变成我20年前第一次在台中表演的时候一个老诺 Live House， 在东海附近。那个时候我们表演只有可能2个人在下面看，不过气氛很温馨，所以我们今天大家假装这是一个小小的酒馆，然后享受这个氛围。想要一张有软又大又能做好梦的床，